每个家庭都快进来。哎呀，换香菜的过程中，像今天走活的，我觉得挺好。不能快烧了，这个也不能叫蒙着这家。慢。你往桌子。你把那个把那个头上，你想着给那头上那垫起来啊。哎呀，这在这生活住这个。好，这。这个布已经织完了啊，织一天是吧？啊，织一天，差不多织一天。一天，啊，这挺好的，反正一天没有掉黑吧？嗯。回去看一下。这织的还挺好是吧？啊。也是一整，一新鲜。这么织这个好，人家是还是不难看。嗯，挺好看。把这个线头绞一下。先说叫去了，记住点。明天的话炸一下，炸成个大长点呗。哦，炸成个大长点。嗯，这个炸好了，都能这个我送给你大姑吧。这个。再织上了，再织上好看的了，可给了你听听得了呗。行吧。哎，第一个给我听听吧。不用了，再织给我。这不是你正好回来了吗？这次把这布也织下来了，你这走走了，拿走。你要走晚了，那个布织出来了，你跟俺说一个。哎呀，不是咱那俩也不难看。一人叫红色。啊，一人叫红色，那俩也不难看。我说第一个，我也给听听，这个颜色又正又好。我了下次来的拿一件。不是，这回你看，咱几个织下来了，你也在家里的，你拿回去了，那俩再折了，可给了婷婷，要婷婷要。行，婷婷，我就迈不客气了啊。谢谢。哈哈，整好了我拿走了啊。不然你再多住两天，然后到时候给俺嫂子拿一个。你看。你想的还不周全，还想你想你嫂子，你嫂子拿一个。行，以后了，等我年上了，再不忙了，再可以多织点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到时候再那个给你织几个，多织几个，等俺说结婚了以后，再给俺儿子有好看的了，再给俺儿子布了。嘿嘿，俺姐光着。是。姐光着钱，也铺着老粗布的，那个长点儿。这是在亲手织的，在的大家谁都得有，是吧？有空了我就回来帮个织，没空了就跟奶奶、俺俩也都辛苦了啊。嗯。没事，再有织布机了，织完了。它得这儿扎呀，扎那个单绳的，这个得几个呀？你这个得三副是吧？三扎一个是吧？你。这个两匹绳的跟四匹绳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四匹绳的宽，没有四匹绳宽啊。四匹绳的凭这个好少宽点儿。哦。宽不了一半。可宽不了一半，少宽点儿就。少就少宽点儿。都是扎一半。行了，挺好，挺好看的。那这么好看，俺婷婷还真大方，给姑亲，还真好。我这么这个有喜庆的有宝贝，也叫俺婷婷留我，俺婷婷一样，看姑姑亲也送给姑姑都不客气了啊。婷婷说这回回来了，也几个月织下来了。婷婷说说给你的。要换俺二姑了，我得叫俺二姑拿个。你回来的时候。你看。我抢先了，你二姑没回来，我回来早了，我先抢走了。啊，这个给大姑要了，再了还有你的给俺二姑的，还有俺嫂的，咱这得，织的分光点，这得谁得要？